啊，如果是没错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异想天地。我们在后面排队的时候，里面有一只达克莱伊啊，双重冲锋的达克莱伊，还有还在卡洛斯地区砍树的甲贺忍蛙。到现在，我们旅途已经迎来了最终章，小智也大鼻鸟加入我们的队伍。结果我们甲贺忍蛙还在卡洛斯砍树，那样呢？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颗，没有，快过饮料，大当神。我们来看一下隐藏在暗影之中的黎多纳。哦，有了，遇到了，结果是甲贺忍蛙。喂，他怎么又是你？拜欧奇西斯。结果我们遇到左边甲贺忍蛙，右边普雅龙。哦，我们的速度型拜欧也是跑得蛮快的，上下左右来释放一个终极福特狂电闪。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秒杀甲贺。来了，我们今天要推出第一颗球，我这个还没克出到，红，超级久，跟它颜色很相近啊，蓝色的，灯，亮，哇，刚刚前面都有人出这个恶心的交换，看来我也是挺衰的。精灵琼斯利，妙蛙花，四星、nope. 没有，海摩斯。你喜欢比比鸟吗？要加入你的阵营吗？跟小智一模一样，最后比比鸟也跟加入了这个小智的团队里面。精灵求智力的安安，不要浪费啊！不要浪费啊！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！嘿，浪费啦！给你试的机会，投选投选投选！大师球的冲锋连击妙花，我们上次是不是有捕获一只喷火龙？好，水箭龟，会不会来出一个呢？有了，对，又是你，冷瓜兄，就是遇不到，就是遇不到达克，来了哦。今天我们的精灵球兄弟，两个，三个，没有，来来换我们的小迷途 QQ 了，有没有来一个大叔？有嘞，大叔小火龙，总算不是恶心的交换了，刚都是出恶心的，我们一星的小火龙能帮我们来个三星回一步。啊，对，二一比较会有机会出个强大宝可梦的气息。我们水箭龟呢，还帮我们救出了第二次的机会啊，但是不知道会遇到谁，就是，虎牙龙、喷火龙、大钢蛇，哇，就是你，喷火龙。走走走，继续排队。来了，我们排过了一轮了，然后非常的累。现在刚有人投了高级球达克莱伊没有下，然后我们现在是第四场了，今天大概是第六场的钱。攻击胶囊，达克莱伊带头，拜托了，兄弟，兄弟们顶住啊，顶住啊，顶住！没有，中中小，我这叶子有日，没有。尼多兰、雅雅、波波，我觉得尼多兰，他看起来比较躁动一些，他想要赶快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把他选下来吧。尼多兰加入我们的阵容，尼多兰 get 哦，攻击41，不管了啊，尼多兰，我们今天终于要遇到你了，天哪、啊，等了超久等了超久，真的超久，多久？一个小时，一个多小时，超过啦，两个多小时啦，达赫莱伊。双重冲锋，今天第一次遇见是对战并捕获吧？来看一个很特别的宝可，就是这两位，赖克洛之马，还有幽灵属性的，还有超能力属性一起的露奈亚拉，拂晓之翼，啊，应该要支援一下双符战龙才对。哇，今天终于遇到达赫莱伊了。达赫莱伊应该也在我们这个高垒出现，这是应该是第三次了。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二弹，再来是传二，然后对，就是这一弹双重冲锋。好久不见你，合体后还能释放力招式。左上角的达赫莱伊跟右边的火恐龙呢？马马虎，换到我们的达赫来攻击了，第一次看到他的攻击。在这一弹，二续波动，
守护时空之塔的这个小镇呢，因为帕鲁奇亚跟蒂亚卢卡的入侵，导致这个达克莱亚被众人以为是坏人呐、啊，殊不知他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好人。来了，我们今天终于要丢一颗真正切切实实可以俘获达克莱伊的球了。前辈来，没有。贝多芬，让他自己推吗？自己推。好。也没有让他推。我刚刚应该要让他自己推才对。我怎么后来又丢出球了？一个，两。毫不留情，无情的无情的达克莱伊，又轮到我们的第五场了。快攻饮料，假贺人蛙，你说顶足，顶足，又有草，又有小虫子，迷你服，看起来是没有，准备拍击我们的高的机台，速度快一点 ，Go！有了吧，来了，我们小泥陀今天又要来丢球了，第五场哎，好了，靠你了，全村最后的希望 ，Go！ 不过这个是不打，结果却出一颗红白球，你说顶足，没有，顶不住啊，雅雅交换吗？也没有，你可以下场了，第六场了嘞，这么拖吗？攻击胶囊，又是你水箭龟，没关系，幸好还有第二场。那么我觉得拉利亚斯他的眼睛很像那个 snake， 那个惊叹号，我要来了，是达克莱伊，另外一局，爆了，go！来了，再度捕获您的机会，超级球，把你说顶不住，捕获暴鲤龙，又是你暴鲤龙，到底要几百只 ？OK 啊，我们好像这一弹捕获了三只暴鲤龙。好了，天哪，我们变成水系训练家了。水箭龟暴鲤龙。我们今日的第七场假贺人蛙，第八场看一下，够，No！来，我们的传说宝可梦，投一颗，超级准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加油啊！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声音。好了，我们最后呢，其实已经打了十几场的潜了，对不对 ？Q。对。那我们最后虽然是没有打到那只达克莱伊，非常的可惜，但我觉得我们是赚了什么？赚的快乐，没有错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呢，再见了。本期影片要送出的是暌违24年，终于回归家庭的大鼻鸟。记得在底下留言，我们3月30号抽出哦，然后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可以抽到更多我们泥陀的卡片。还有，按赞我们本影片的话，你往后的影片呢，越抽越好哦。下期影片见喽，各位拜拜。